好来啊，大家醒醒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，是吧？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，九十啊，十个了。这十啊，这十一二一二一二，这是九十，对吧？然后这是一二，这是九十。你为了感觉好，是每个加个十片行不行？每个加个十片是不是就可以了？每个加个十片，中间那个这个十片里面放东西吗？中间这个十片是空的，然后其他十片呢？其他十片是放星星，中间这个十片是不放东西是吧？那有了这个东西呢，那还不简单？手到擒来嘛，是不是啊？放零到九是吧？零到十，零到十就是啊不，咱们写一要不一到十吧，一到十。一到十，这是行，再来，借，每行是也是一到十，一到十。那么说，如果 dollar i 到哪一部分是空的呢 ？i 是三到八，列是三到八，所以说是这么写啊，说 dollar i。大于等于三，并且 dollar i 小于等于八，这是什么？三。你说的很对。就只有一个八。三到八行，并且呢 ，dollar j 大于等于三，dollar j 小于等于八，就是，是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？在这个范围里面，那么这就是，输出一下。空格。S spin， 这里边放的是个空的 spin。Else， 输出一下，剩下 C， 剩下 V。等会儿。啊。嗯。然后我们打完一次。输出一个。换啥？哎，这啥意思？尴尬啊！dollar i 大于三。哦，借，走啊，可以了。那么我们加个 spin。刷新一下。优秀。啊，有回信啊。啊，这个主要是让你们看一看，就是说，这里边就是怎么去做这个双重循环，然后把这双重循环里边这个逻辑是吧？啊，把这个逻辑性跟这个双重循环呢结合起来啊，其实这题都是比较简单的，没那么复杂的。